京时间9月8日消息，在国内最大的体育论坛，有网友晒出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近日参加综艺节目录制的照片，并留言写道：缺席亚运会的小叶子来了，变得有点胖了，引发体育迷热议。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穿着一件橙色 T 恤的叶诗文看起来确实比巅峰时间要胖了一些。相反，站在另一边穿着黄色 T 恤的在平昌冬奥会尚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唯一一枚金牌的短道速滑名将武大靖则显得有点瘦。对此，网友们调侃大去衬妈了，在小叶子的映衬下，武大靖都变得很瘦弱的样子了，这对比也太明显了，小叶子发育这关真的不好过了。看了这照片，感觉不去雅加达游亚运是对的。在谈到参加这档综艺节目录制时，叶诗文表示：我知道体育彩票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体育界的代表，我自己平时也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和全民健身当中。现年22岁的叶诗文，在8年前的广州亚运会上一鸣惊人，连夺女子200米混合泳和400米混合泳两枚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叶诗文一打破400米混合泳世界纪录，刷新200米混合泳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两枚金牌，震惊世界。他在16岁时就成就了大满贯伟业。